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看那个胖子，他犯了一个大错，就是他居然没有提前记住妈妈的生日，到生日当天才记得。你说这孩子都没有提前准备礼物，然后现在今天是妈妈生日了，我们临时去买礼物，他居然说，他说反正他们也不要钱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就下次他想要什么的时候我再给他买。他居然是这样子的，你说他过不过分？哎呀，然后我呢就想到，如果说他没有好的想法的话，我就想着给他买一个护肤品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消耗品，反正都是要用的，所以我看他之前蛮喜欢用的一款，我今天准备去给他买。现在我们就去商场。已经买好了，就买这个了。因为我妈经常用这个，所以给她买那个羽西。尊敬的顾客朋友您好，欢迎光临五号广场海外店。看着看我这形象，是不是得给我也买点？随便买。算了吧。现在找礼盒包装一下。小胖买单。嗯。因为时间关系不逛了，太冷了今天。对，要下雪了我们这边。下个星期有预报下雪。对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大家在一起祝你生日快乐呀哥！生日一天就一次的。谢谢，有斧头跟你们的车很不一样。